今天其实大概有一些目标要做啦，不知道今天做不做得完，好不好？先跟各位讲一下今天干嘛。啊，今天呢，大部分应该会先去抓卷地鼠吧。啊，卷地鼠抓完之后呢，我们再去看看可不可以偷炎龙蛋哦，偷一颗炎龙蛋来玩一下好了。那偷到了之后呢，想办法让它迅速长大啊，来玩一只炎龙啊。今天的目标应该是不会太难吧？希望不要太难。嘿，螃蟹你好，大闸蟹吃好吃满。然后我们的装上次坏掉了嘛，我都忘记了，可以来修一下了。然后还有我们身上的这些裤子什么之类的，快挂了！修修修！好，统一修一下。你好，我是第一次来，昨天砸了1600，靠北。天，第一次来砸1600，哇，干爹，超级大干爹，你好，能看见你，我心情真好，愉悦，非常的华丽。然后这个叫做这个勾绳的，这个叫什么来着的这个啊，很像机动装置的，它是吃汽油是不是？没错，你把汽油丢进去，好，它到时候就会有作用了。然后我们现在还要再做一个，就是，啊，那个在哪里？我又找不到了。这个，哎呀，两根石剑。呀，我们可以多做几只啊！这是插在这个十字弓上面的、啊、真锯木，真锯木我们有，然后呢，箭矢我们也有，太棒了！啊，我又破赢了，我们来做个9只吧。你如果点数不够打，这个指令每次都要重打。对啊，我刚刚就是因为那个指令的关系啊，所以说我又要重点了啊。我刚刚就用那个指令让他全学啊，不然再玩到民国几年，是吧？欸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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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个应该可以射到对面吧？我想，弄得到对面吗？看，弄不到，看我掉下来了，让我出去！我好难过啊！不行哎、欸，当然可以这样子哎、欸。哦，有有有，这个有。然后呢，我要怎么做啊？还有，我要怎么使用这个东西？有了有了，啦啦啦啦啦！哎、欸，怎么掉下来了？有 bug， 碰到就掉下来了。那我必须把这面墙给拆了，你知道吗？刚碰到就掉下来了。再一次。啊啦啦！你在骗我？你在唬我吗？我好像是碰到这个，是不是？完了，这个废了。虽然这样用感觉没有意义，就是了，是吧？让我方便过山河，哇，然后就会这样子，然后它可以动，我真的不懂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，干卡住啊！我又浪费了2条，这设计不良哦，让我上去啊，可以，三小。失败作品，还是回家好了。但也不能回家，我的人生到底剩下了什么啊？我们要去找一下蜂蜜，好不好？我们去找一下蜂蜜。那个蜂蜜的话，这个点哦、喔，我已经记好了。国外的实况组有人找到蜂蜜在哪里？它的点在48824这个位置。其实我说真的啦。今天找不找得到蜂蜜，我也不知道啊！真的，机械怪快死了，没关系啦，他可以活得好好的。
在那边没有人打得赢他，好不好？欸，我还是觉得我们不要带月月，好不好？不要带小老头了啦，他又不会飞，他又没体力了，我还不如自己走比较快啊。都把他带回家，好不好？哎哎哎！我哪时候吸引这么多只了？吓死人了！哇！不要抓我，小明！阿妈，救人呐！哦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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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帮忙攻击啊！果儿，哎，果儿加油！哎，果儿太乖了，你救了我，我们永远感谢你。可以走快一点吗？我们要化不可能为可能。谁说螃蟹不能跑很快呢？我们就来点到200吧，200趴好了，对不对？看什么东西？滚！那发配音了吗？而且我发现呢，我这只大螃蟹那些掠劫那个劫掠者啊，他们不敢攻击我，哎，连迅猛龙也不敢攻击，哎。哇，带这只出来就是任性啊！走这里啊，帝皇蟹，看什么东西？看到我还不下跪，恐龙要怎么下跪？哈哈哈！看到我还不供奉食物给我，哇，帝皇蟹驾到了呢！啊，不会怕吗？我怎么感觉我走到死胡同啊？他给的坐标，这给坐标到底是真还是假的啊？啊，我说。到底给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啊？48 4828哦，4824啊，那我们得继续走了。不过在周围基本上应该可以先看了啦。好，可能就会有蜂蜜了。目前我是看不到什么鬼啊。说，蜂蜜在哪里？哎，我不知道，不要不要杀我！你不知道嘟嘟鸟会绝种都是你们害的，你闭嘴！不要！我靠，也太远了吧！哦，我的臂力有这么强啊？马儿在哪里？没，我不知道。不要！这个闹剧可以结束了，随便找一个人来质问，跟我讲在哪里？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不要不要不要！好，再见。哎呦，这里是怎样？干嘛？这是怎样？这是哪里？好恐怖哦！啊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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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要死在家里，成功了吗？死在家里了，哎，我的羊是不是也死了？羊没事，笑死了，知道吗？是有那种。蜂蜜专家才帮他找得到这种东西，我又来到刚刚的地方了。用滑翔翼找，他也不能持续的飞啊。滑翔翼是要在空中一段时间，在至高点慢慢滑才行啊。他并不是说像阿根廷居那种起飞式的，他是需要从高处呢。而且我们刚刚都讲了，蜂巢明明就是在地上，你在往上飞更看不到啊。对不对？
啊，我会听到那种奇怪的声音的，跟之前那一集一样。攀龙，按 C， 我现在连一只攀龙都没有，不会去在意那种事情了。看到有点累，对嘛？你看，方舟直播这个有什么好播的？其实我真的不晓得为什么大家那么想要我直播方舟，哎，直播方舟就这个样子啊，很平淡无奇啊，对啊，所以说觉得他会事事都有惊喜吗？不可能的事情啊，对不对？阿龟，你说，阿龟。我想要从那边跳过去，你觉得行吗？我们跳过去好了。失败。我看到了什么东西？大哥，你怎么会在这么偏僻的地方 ？I love you. I love you. 我找到您了。干这一波干了，我等一下。Oh yeah, baby.带一些回去啊！威尔森改小 baby， 不要，我要叫他威尔森。威尔森，我知道蜜蜂会攻击啊，就是拿了就快跑啊！看看他这个地方正好靠北啊。啊！该弄错了、啊，为什么会做交换？我要被冲走了，小老头救我！好，其实也没事啊。好了，回家吧。看老头影片可以让我明天有精神，真的吗？耶、我们花了一小时半在找蜂蜜，赞，五哥。好，我们等一下来介绍一下这怎么使用。我记得这边有一只卷地鼠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他死了！你们这些贱人！怎么把我的叔叔给杀了？可恶！我们要重新找了。这附近应该有吧？啊，要找的时候却没有，不想要的时候一直出现。这游戏就是这样子啊。稍微找一下哈，因为明天礼拜五，哎呦，不错哦，放假了哦。加水喝掉，赞！你知道蜂蜜对支气管不好的人喝了会有滋润的效果、欸、我记得我以前气管不好的时候，我稍微喝蜂蜜水都会觉得好一点的。你看，他现在往下钻地了，对不对？他干嘛？不要这样子啊，大哥！他好像不是这样喂的嘛，对不对？等他钻进去，我现在等他钻进去。他现在所需要的方法就是等他钻下去，钻下去。这边一边剪接一边看老头，哈，加油加油，快钻啊！他的皮肤好皱哦，
我有一些东西也是皱皱的，跟他好像哦。嘿嘿，牙齿好大，哈哈哈哈。龅牙哥，不要一直推我啊！你哪时候要钻进去呢？快点，有了。哟，哎，按奈博，是按铃吗？哦，是按铃啊。哎、欸，东西嘞，还我！啊！哎、欸，捡不起来了、欸，快快，这边很好吃，吃这个。哎、欸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加了，进来。妈的，后悔了。等他钻进去，我再丢一次好了。气死了！哎、欸，这个丢就没有用了哦，要按铃啊，不是直接丢物品的那种方式啊，都要丢在洞上面。趁现在，哇！呀！啊！哈哈哈！成功啦！啊！你乖吗？好，我们回家。可爱的翻滚鼠，走吧。案例可以爬绳子，可是我那个藤蔓案例也可以爬吗？我记得好像是那个藤蔓，只要直接站上去就行了、欸。不是啊，我是说那个自己制造的那个钩绳。没关系，我们先回去哈。兔子牙，好可爱啊、喔！全部都挤在一团。好的，我们来试试看我们刚刚射的那个绳子。好了，你先在那边乖乖的啊、哦。你的绳子在哪里啊？我刚丢了那个绳子。嗯。哦，在那边，在那边。它也可以爬这个东西啊。那、啊、为什么没有？啊，不是会爬吗？还是暗地？按 Z 吗？按 Z 是命令什么恐龙小组之类的呢？还是按 C？ 别跑，别爬、啊！空白键，空白键是跳呢？啊，有了！什么？这样还不很屌？屌哦！还蛮猛的啦，可是他藤蔓他就不会抓，我就觉得很奇怪。那藤蔓不会抓、欸，好莫名啊、喔！有啊，我们等一下准备去抓炎龙蛋了。我们先帮那个我们的老鼠，我们要帮他取什么啊？你看他牙齿这么的爆，干也太好笑了吧！这么的爆的，这么爆的牙齿，哎，哦，哇哇，发生什么事？帮忙打、啊，打他快点！哇，这个螃蟹这么远的地方跑来就想杀我，这个螃蟹，螃蟹哥，毅力坚强哎。难不成他是从刚刚从这一侧走过来到现在就是为了杀我？哇，这么厉害啊！想说帮你取个名字，突然被突袭啊！我说你们有没有看过《暴走兄弟》？Let's go！ 好，你们知道那个《暴走兄弟》里面有一个叫做藤吉吗？我觉得他长得蛮像的，哎、欸，应该是这样叫吧，对不对？FBI 帅哥，泰西德，耶酷耶酷哈，在哪里啊？这边，呜，斯巴拉西，成长还蛮高的嘛，不
重吗？我身上东西还蛮多的哦。我觉得我把一些身上东西放仓库好了，这放仓库放这里好了。像是金属锭这个其实也不用那么多，太多了也不是很好。太重的东西丢一丢好了。有了，有没有？感觉很炫炮，有没有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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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！啊！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我很强呢，我跟你讲，啊，转弯好慢哦，转死你！人称无敌风火轮大哥，在方舟里面没有人不认识我，无敌风火轮大哥。今天遇到我算你倒霉。那点一下负重，我觉得他快要中了。又来了，为什么要这样子推我呢？欸，我走超慢的，钻死你！喂，哇，马上就没体力了，我的天啊，这家伙很耗体耶。欸，不要！噔噔噔噔噔，嘿，噔噔噔噔噔。我觉得比较适合他的应该就是点耐力啊，耐力点满。啊，妈，急速飙升啊！哎，他这次的反击能力真的很差哎，欸！这家伙的反击能力真的差到一个爆表哎，欸！我说真的。哎，欸，怎么不能转弯啊？为什么不能转弯？我的转弯键是坏掉了是不是？好吧，我们去找炎龙了。我带这只螃蟹去。这只加速过的螃蟹。Fire！ 好，可以顺便看一下。哇，好像超过啊！等一下，我忘记穿防护衣了。哈哈哈！跳过去看一下好了。数字都在往上加，我觉得我们走错边了。哦哦哦！石碑来帮助你，突然觉得我钱好多，我用剩下的买游戏的钱走呢。干，阿里卡多，感谢感谢。太牛了吧！我跟你讲。只要是赞助者，都是大哥，大哥都会有一些特权，像是加Steam好友，这个就不用讲了，好吧？尽量上岸就好了。会有直播档案吗？还是会另外拍？这个我会做修剪啊，该不是这个黄色的地方吧？这个发黄光欸，这边有没有蛋啊？好像没有欸。你们都说最下层嘛？好，那我去最下层。嗨，你好，翻龙哥。哦哦，被推下来了啊啊啊！哇，这个翻，这个炎龙绿色的还蛮好看的哎。三，干，死定了。威尔森！啊，我的威尔森！感觉是这里哦，感觉是这边哦，兜得到吗，各位？我们现在冒着辐射的威胁，坏装啦！无地面支撑，完了完了！出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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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我大概知道在哪里了。地面支撑，这里不能盖。撑住撑住撑住！
去，回去，太危险了。啊、oh, ，My God！ 我只剩下一条四角裤哎、欸。啊、oh, ，我只剩下四角裤了。阿布啊！装坏光光了，哦，要机床才可以修、哦。我们等下再去弄一只威尔森吧，我们再前进一次。悬崖，悬崖旁边，好，我看一下。我、哦、看到了，那个是不是？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不要来打扰我，走开。十二等啊，等级好低啊！蛋的生命值，拿了就赶快跑喽！进来哦，进走哦！完了，不知道离开到哪里，我们直接传送吧！哎、欸，全部都冲过来了、欸，应该是不会打不赢的、啊。没了，就两只。我们可不可以多拿一点啊？不要只拿这一颗好不好？我们好不容易千辛万苦来到这个地方，只拿一颗，要么就拿多一点哦。哦，上面啊，哈哈哈！哎，这超级不明显哎、欸。找到，找到，找到了！谢谢各位。哎、欸，它这个跟岩石覆盖在一起，你会觉得那个没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上去了。探险家来也！哇，购物能量，赞哦！两颗，嘿，完蛋了！等下应该一群整群大暴走要攻击我吧？一次拿两颗，哦哦，四颗四颗，哦哦，我以为男人两颗就已经很猛了，这局居然有四颗，不然我要不要拿？觉得等一下要被围死了，先拿好了。我是个盗蛋者，这几个，这个三等，呜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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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呜！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完了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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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靠！这大多，螃蟹哥救我啊！螃蟹哥，螃蟹哥，救命！啊！螃蟹哥，快点快点，有了有了！干，快装了快装了快装了！快装了啦！妈的，回家了，不玩了。干，传这边，没杀，先传再说，不然我真要死了。干，来不及拿，会死人啊！我说真的，不要闹了，来不及。再拿下去，我说装都爆了，再拿下去，我再也出不来了。搞不好会是双胞蛋也说不定。还要倒数计时孵化中25秒，准备了，要爆了，会不会是双胞胎呢？还是异变颜色的呢？啊，有时候蛋孵出来会产生就是那种变种的，就是颜色比较特别的那一种，啊，突变型的颜色那种都还蛮好看的，来吧，立马领养你，哦，出来了。就是蛮一般的嘛，哇，好可爱哦、喔，他长得好好笑、喔。哎、欸，如果不给他吃肉，会不会死啊？我要丢这个给他吗？哎、欸，他不吃哎、欸。哇，我没有肉了，这没有大腿肉。哎、欸，他长好快哦、喔，他都不会饿的吗？哦，这只颜色你们喜不喜欢啊？我是觉得还可以接受啊。就很一般的蜥蜴的那种感觉，蜥蜴啦呀，终于，他敲东西的声音有点疗愈，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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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龙哥哥，
你们说他叫什么名字？看一下你们刚刚叫有说叫什么名字啊？叫阿莫。既然你今天都抖一千美了，哦，不是一千美啊，吓死人！一千美多少？三万台币啊！你都抖一千台了，叫阿莫好了。名字好长哦，因为阿莫抖一千 NT， 所以叫阿莫。哇，有点长哎，可以可以可以，下一集搞不好就会出现了。下一集你就会看到你的名字在这个下一集的影片当面出现，啊，戴上去长这个样子，啊，我们就把头盔拿下来吧，太碍眼了。蛋哦。中了，负重了。他转弯好慢哦。他右键没有攻击哦，那伤害好低哦，百二。点一下伤害好了，看不惯。他不能点移动速度。No， 他是原始飞行虫。模组还没有改到它这个部分啊，我觉得我们现在孵化海龙好浪费哦，它不能点啊，算了，先多攻击一些，按 C 可以隐形嘛，有了隐形了，那只能飞一下子而已耶，有没有坠落？哦，攀爬。有了这只天下无敌，啊，他说什么 ？No energy， 没有能量了。原来也这么吃能量来着的、啊。攻击超慢的，爬上来，爬上来了。呀，会爬耶、欸，我不跳。啊！掉水里了，欸、掉水里也不会怎样、啊。哎、欸，他在水里游的速度也蛮快的吧？根本就是海陆空三七按住。哎、欸，结果没有俯冲，左键会俯冲。哎呦干，吓死哦！呜，好凶残哦！就是你了，呀，200，好，没有能量了。好啦，那今天先到这里了，感谢各位今天耐心的收看，好不好？我觉得我也累了，该休息了。各位，八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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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